谢谢主席哈，那个民政局长，你刚才回复我们卢坤炎议员说，我们第一次，这一届的第一次总职那个定期大会，我们各局室的局长有进议会备询，那我们去调了录影带看了，当时我们到议会勘察的是，我们整个议事厅的官员席全部都是人行立牌，跟议员说明都是人行，局长你请坐。我现在强调的是，市政总质询的当下，我们各局处的局长，因为市长不进议会，你们也不进议会备询。不管是警察局、消防局，甚至人事室，还是我们政风处，你们这种直属的，你们也没进来。跟蔡议员说，那一次的总质询，因为我个人身体的状况，我是请假。是，但是我本来有想进议会质询，但是看了那么多的人行立牌，我身心畏惧，我觉得我是不是来到一个墓地，蒙地啊，看到很多人头底下，所以跟议员说明了，你刚才跟卢坤福讲说你有进议会备询，根本就是说谎。当然，你们没有进议会。刚刚我跟议员的说明是说我，请问，请你尊重我。对，我还是要跟议员说明清楚嘛。我当然我说你们没有进议会备询，跟登革热的灾情这么严重，不能画上等号。但是你们没有进议会备询，这是事实，请你不要再强辩了。没有，我没有强辩，我还跟议员说明，我们是从六月十七开始。那个局长，你请坐。专案报告。局长，你请坐。跟业务我们都有。局长，你请坐。那个，我讲得很清楚哈，非常荣幸有这个缘分，一年见两次市长。市长，昨天六月十四号。蔡总统旗下的内政部的都委会针对南铁反东移居民强烈的反弹，他们的不满，他们觉得土地不正义产生的各种对他们迫害，未来被迫迁离家园的疑义，到中央政府去抗议。结果做出来的决定是七月二号再议。我看了一下市府，麻烦一下我们的，我看了一下市府的回应。市长您的回应也就罢了，台南市所有民进党籍的中央到地方的民意代表一面倒的声援赖清德政府的土地不正义，你们的讲法让我觉得精细和细。一路走来，民进党在外围支持的所有环团口口声声诉说国民党的地方政府迫害人民的土地权利，迫害人民的搬迁，要求人民搬迁。但是在南铁反东移案里面，市长，你们的土地正义在哪里？我想今天我要特别强调的有三点。第一点，不要靠这些被迫拆迁、抵死不服从你们政府决议的南铁反东移，这些朋友叫做他们妨碍铁路地下化。市长，在议会针对红树株案，你也讲得很清楚，不要再挑拨了，不要再分化了。政党轮替到今天，不要为了各级政党的利益，不断的就一个非常清楚的公共议题把它挑拨，把它分化，说这些朋友叫做反对铁路地下化。我们都不反对铁路地下化，我们都重视交通安全，我们都希望台南市尽早有一个最宽广的行路空间。所以第一点，市长，
请您不要再挑拨分化，说这些朋友叫做反对铁路地下化，大家不反铁路地下化，大家反的是土地不正义。第二点，市长，最近市长在回应议会或者在公开针对媒体很多市政的时候，只要不符合赖清德的利益，市长就靠说不要政治操弄。一路走来，民进党政府操弄族群、操弄议题、操弄土地正不正义，到今天结果这个议题摆到台南市了，我们的明星级市长，不管你为了颜面，不管你为了我们质疑的背后有没有财团利益，对于南铁反东移这么一个重大建设案子，到今天仍然有几十户上百位乡亲抵死不服从你们的土地不正义。所以市长，请不要再用政治操弄来扣乡亲帽子。所有的民进党议员、民进党民代，没有一个敢讲真话。去台北声援的立委们也罢，议员们也罢，今天又在讲蓝绿在操弄这个。市长，如果你了解背后反东移主导的这位朋友，包括沿线乡亲的背景，你清清楚楚知道他们都是长久以来支持民进党、支持赖清德，甚至支持台湾独立的朋友。这个有什么政治操弄？这个有什么值得你们或者你们刻意该分化、该扣帽子？这些乡亲、这些辛苦的百姓、这些耆老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今天警察局长有一个机会，不管是谢谢台南乡亲这么多年跟他彼此之间的互动，还是谢谢市长，还是谢谢议会，我觉得局长讲了一句话非常的好，叫做视民如亲。市长，如何才能够视民如亲？市长在台南市从政一路顺遂，针对南铁反东移案子，赖市长您非常清楚，这些反到底反了四年的乡亲百姓，没有你们可以扣帽子的空间，没有你们可以用蓝绿来把它二分法，来把它挑拨分化的空间。他们要问的只是，如果可以不要让我离开家园，如果让我保有我对家一路走来的美好记忆，为什么我们要到遥远的南台副都心去买、去花钱贷款我不习惯的公寓大厦？所以市长，您在议会答询我们议会同仁的时候，您讲得非常清楚，小巨蛋你找了个借口说变成所谓的高铁特区里面，什么会展中心、小巨蛋涵括在内了。新市政中心你也讲了，要公民投票、学生来参考。唯独对于南铁反东移这个案子，他们要求的无非我们公开再来论述，给我们听证会，给我们一个阐述自己我们找到的资讯、资料、专业知识的对等的一个机会，抵死不从。你们抵死不从叫做于法无据。当初市长不要进议会，事实上于法有据吗？所以符合赖清德的就叫做于法有据，不符合赖清德的就叫于法无据。所以我刚刚讲的第三点，警察局长讲的视民如亲，赖市长，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南铁反东移是您
大概在台南市会留下来最清楚的一个有无政绩的指标了。什么叫做有政绩？让这些耆老乡亲被说服，被你们的知识面向、公益面向都说服，我们都愿意说市长有功绩。否则这个案子到目前叫做无解，即便7月2号你们再动员所有你们的大立委再去力挺赖清德，一定要东移，这个土地不正义。对于这些辛苦的耆老乡亲，他们仍然不可能屈服，仍然不会因为你是政治明星就被您屈服掉。所以市长，刚刚我提的这三点请市长仔细思考。好，王议员，我就简单说明，铁路地下化不是错误的政策，在民进党没有人说铁路地下化是错误的政策哦。你刚讲你不要，我是说你的东移是错误的政策，你不要污蔑我，我没有说铁路地下化是错误的政策哦。我们非常感谢刘兆玄院长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核定的。市长，之后我告诉你，他当时核定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民进党的台南市政府告诉他，土地开发这啊那，事实上不是国民党政府该为这件事负责。市长，来，您请坐，您请坐。这个是刘院长的功劳，不是应该要负责。来，交通局长，交通局长，来，我们第二个，交通局长，您在议会讲了很多次。我们脱掉的时候都有 SOP， 对不对？江局长，你告诉我 SOP 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叫 SOP？ 因为我们英文是第二外国语嘛，我们连超商店都有英文的导览啦，英文的指路了。你告诉我 SOP 这三个字是什么 SOP？ 这是标准作业程序。你不要讲中文，你们不是有官方第二外国语叫做英文吗？标准作业程序的英文是什么？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OK， 很好，哈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对不对，局长？来，局长，这样什么叫做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你告诉我们一下，我们都在吹哨子，来。局长，你要答复我们啊！刚刚是王家珍的是 SOP， 还是蔡淑慧的是 SOP， 还是洪玉凤的是 SOP 的标准脱掉之前的一个程序？我跟议员报告，这个标准作业程序是我们在脱掉之前啊，我们要广播要鸣笛，那这是哪？你告诉我哪一个是标准的就好了，你不要讲那么远啊！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不是你的专业，这是你的业务，不是你的专业。这是远景在执法，不是交通局在执法。那你请坐。那个检察局长，您怎么已经变黑奴啊？只要交通局给你一个公文，什么东西都是你们的，都是我们警察弟兄的。莫猜今仔日的规则，马警，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多一个啦，多一个开始标准呢。应该公开是爱安议员你这个声音啦，因为阮这块的哈。阮阁有用这个音量测试的吼，要求你一定要伫。但是我伫路林当着拢无听到这种的声音呢，这边那代表我头拄啊分的迄叫做 SOP 的。阮吼，阮阁特别去买迄款的较贵的、上好迄个大声的笔啊，吼，这个哨子。公益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是你有迄个设备，该放伫个车顶，该派伫个身躯的，拢无咧用。安尼都无路用啊！局长，你请坐。空间的问题啦。局长，你空间，你去共拖掉一下，都大路啦，靠迄个空间的问题，你请坐。我要问一下研考会，台南市政府里面，我们有多少项目是叫有 SOP 的那个要求，还有制定？跟议员回答哈，我们的 SOP 的作业大概在法制处上面都有一些。就是局里面的一些有多少项啊？最近台北市很夯嘛，对，我台北市公哈，台北市啦，历任的市长有做1375项啦。那柯P上台之后，做了612项的
SOP， 那我不知道我们赖市长上台之后做了多少 SOP 的制定。我跟议员报告一下哈，咱每一个局处伊家己的实施要点跟他的准则，他基本上都有设置。但是如果要把他所有都罗列出来，嘿，应该是台北市政府他们不用罗列了，你只要告诉我这个总和就好了。比如你告诉我是30个、40个还是50个，你告诉我这样子的答案就好了。洪议员，我跟你报告一下，我们在法制处向下里面有设置的每一个局处的一些实施做法，它应该最少有35项，上少啦，上少。对，在一个局先上少35项。每一个局处，他如果是在 SOP 的条件之下，在法制处管制的部分是有35项，但是应该比这个还要多。但是重要的部分是在于说，有管制的有35项以上。我意思是讲，35项以上，每一个局处伊拢有呢自己的一些实施要点，迄个准则都在。但是我们如果是在列的，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脱掉有没有交通局长所谓的 SOP？他的这个脱掉的程序 SOP 应该是在警察局，警察局有个实力，局长有个实力，是啊，你靠混流有吗？这个啊，我们已经这一些同仁啊，都有接受过训练了哈，就是讲大家出来，这个标准作业程序，讲大家出来，这块都一底了，包括现在就是说哨子，我们都统一来买。这种音量最大的这一种哈，而且现在从6月20号开始，好要把它改成专责的警力啊，就是说，好，局长尽量不要有任何差异。局长，你请坐啦。那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拖吊车停在红线之上，这个也是 SOP 之一吗？有人开多无？这是不是？你作业要录后壁，等下人翕一个相，这个没有。局长，你看这个照片，你不是新闻处的哦，你莫来遮咧等你的口才哦，哦，再一个看了，咱这台车是静态的哦，它不是动态的哦。啊，局长，这个车子是静态的，你看它就停在红线上面，后面，你就是说它要来，伊要来拖这台了，对啊。我来跟你吧。啊。可能要北区要来拖他这台啦。伊若是北区要来拖后壁这台，咱的环境要先落车，伊的工人要先落车。你是拢当作我毋捌看过拖掉呢？我家己的车有哪捌去予拖掉？只是毋是这间公司拖的尔啦。你莫喊我小姐。无，我无喊你小姐啦。我想，公事是哪里啦？我觉得说局长，好啦，大家拢小体啦，到尾啊责任拢要提予警察局。啊，因为警察若无来，都袂当执法啦。所以咧，民众伊会把迄个怨气放伫个警察的身躯顶啊。啊，所以警察有够无辜的，拖掉啊要骂警察，顶啊脚开刀啊要骂警察，老百姓伊检举伊检举我，吼、哦、啊你警察无来，啊伊嘛要骂警察啊。伊讲谁啊，若去市长信箱检举的，都咧处地；啊那直接把110检举的，恁都无咧处地啊。最主要，你也爱甲咱讲啊，到底交通局一日食饱，伊是业务单位哦，伊食饱讲，恁拢照听书，照 SOP 的听书，但是老百姓的感受是无啊，哦，所以因为咱即卖整个居住的环境嘛，含咱即卖的这个大楼遮哪济啦，也是讲商业区遐哪济吼，拢有含过去早期是有真大无同款的变化。所以我唔知恁的 SOP 是10天前咧用的，还是20天前咧用的，还是今嘛4月15上路拖掉以后有新的规定啊？显然市政府里面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SOP 啊，所以民众他会很清楚的说，议员啊，你们爱甲因讲一下，要刮别人的胡子之前，请他先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所以，局长，我看恁会后吼，爱和交通局爱讨论一个结论出来啦，有一个标准的作业前程序，卖常常动作，阮英文听无，干那用 SOP 读出来，安尼阮就互恁下跪啊。这哦，英文听无，台语有这标准作业天书啦。真的做安尼马虎啊，因为工程救险车啦，吼，救护车啦，我们警备车哈。这个在执行作业中不受这些什么红线、黄线、斑马线的
限制啦。哦，无受迄个限制就对啦。哎，这里是警察，应该是无啦。警察吼，应该是伫这架几个车后边啦。伊的车内也无人，边也无人。我要怎会知影，伊是藏伫遐，还是伊要来执行公务？伊执行公务，咱的警察当然爱互我看到啊。啊无，哎、欸，我连人都无看到，我要怎有听到你的哨子的声音？我要怎有听到你的公布？所以，局长你请坐。我们改善交通，不能把拖掉跟开红灯当作唯一的手段。你如果把这个拖掉跟开红灯变成我们改善交通的唯一手段的话，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视民如亲呐、啊，根本就是视民如恶，你好像把它当成仇人一样啊。所以为什么这个4月15号上路之后民怨那么多？我想第二波的民怨马上就来了啊！啊，你伫火车头附近开始伫个骑楼内底开始咧开单，迄、那个根本都害死警察尔尔，警察靠过节的快乐无啊？警察伊感觉讲，欸，我敢那袂输南北战争的黑奴呢？啊，你交通局来一条公文给我，我逐项拢爱做，啊，拢拄我去第一线、前线去红的、去红的，安尼对警察当然来讲，安尼够有公平。所以我们希望你真正的 SOP 要让我们所有的民众知道，因为市长说，哎、欸，啊，你若讲车未开走，啊，会使甲要求伊放落来。但是局长你的解释跟他们市长有蛮大的落差，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叫 SOP， 要请警察局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民众，要不然我觉得拖吊公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来执行这样子的业务。那个公务局长，公务局长，有一件代志我无啥做了解吼，为什么国宅或是大楼的房屋税会比一个透天厝的3楼、4楼房屋税还要贵？是什么标准？是不是在我们发行发那个使用执照的时候，我们也有很明确的指出这个房子的造价是多少钱？是不是这样子？在建筑建管方面哈，它规划的收取哈，它是有造价的这个规定。对嘛？所以房屋税越高的话，所以比如我今天住一间小公寓，或是一个大楼的公寓，那个住宅，我不是住透天厝，但是我叫的房屋税，有可能比透天厝更加多。那就是因为在我们使用执照发的时候，有一个工程造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那是收规费用的啊，收规费用的。至于房间税和这个没关系，房屋税跟这个没有关系。关系好，来那个财政处长，我们6月6号国民党团在议会开记者会，反对我们台南市政府对于明年度房屋税增加税率提出很大的质疑。当时我们市长或财政处长，你们很明确提到未定案，但是从昨天我们两位议员的总质询里面，林哥提出讲势在必行，势在必行。局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房屋税增加税率要照制定到90年7月1号开始。后来我去查了一下法令哈。我们的房屋税条例第11条有规定，有3项。那他也很明白说，立法的原因是希望明定不动产评价委员会依3项标准订定房屋标准价格，并规定重新制定之要件，以防政府任意增加纳税人之负担。这个修订法是在90年6月20号，那我就很质疑，是因为这个修订是6月20号修订，所以你要增加房屋税税率，要追到90年7月1号发已经发的那些建造使用执照的那些房屋要增加税率，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吗？跟蔡议员报告，不是房屋税率的调整，是房屋标准单价的调整。
房屋标准单价的调整，是从73年到现在没有调整。处长，刚才您讲的90年那一次，是要求各地方政府呢每3年都要调整一次，但是呢大家都没有调整，所以变成说房屋的标准单价30多年没有调整。好，是那个处长，财政部在103年11月5号，他也有一个法令，说他有一个号令，就是说。评定房屋构造标准单价时，得视地方实际情形自行决定其适用的规则。处长，我觉得整个造价，民国70年造的房子，71年、72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你要追溯15年之前的房屋造价，然后去评定实际的价钱，我跟你讲啊。国有财产局持有用地去用占用，上届这嘛对5档的使用补偿金而已啦。就算他杀人犯，那个算犯法啦，也15年就免责了。所以处长，他不是追溯。处长，他不是追溯。哈，处长，观念，你如果从今年，你这样觉得，我们的整个造价要实际去评估，那我们觉得，对啊，今麦建材愈来愈好。你的房屋税，你要觉得依实际的情形去课征。问题是90年的房子，有可能弄在老啊，也建材嘛不好啊。你这个时候给他增加他们的房屋税，我觉得并不合理。这个部分，请我们财政处能够酌情再去实际的了解。还有处长，你接任了财政处长，然后现在税务局也并到你的部分去。我觉得你应该尊重原税务局的工作同仁他们的升迁，而不是依你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好恶，然后让整个团队觉得大家很不公平，这样子会影响到你整个的士气。这个是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谢谢蔡处长。是，我想我们的疑义是说，疑点是说，所谓的追回推到90年。你们的标准，你们是不是怎么算出来的？是这样，处长，对不起哈，因为你们都可以发新闻稿。市长家是觉得这个问题议会同仁讲得不好的话，他马上就可以发新闻稿驳斥我们。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处长，这个问题是市民们心里很不服的问题，因为今天很不错，我们要这个退休的警察局长。把这么4个字给我们大家做了最好府会之间的一个盼望，大家都应该视民如亲。台南市政府最近做的脱掉作业也罢，房屋税的要推到90年7月1日也罢，完全违反议会市长他们在讲的视民如亲，你们是视民如仇，包括南铁反东移的这些朋友。所以处长，对，能不能够你们算一个公式，让我们服气，让百姓、让乡亲、让我们的亲人服气？你们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数据？要从90年7月1号开始推起，处长。我跟王议员报告，我想我们定案的时候会把这个整个的过程跟大家报告。第二个，刚才定案在报告，我们有机会表达任何意思吗？我们现在就是觉得引起这么大的民怨，提醒你们监督你们。没有错，我们最近就在收集各界的这个意见。所以处长有可能做适当的调整哦，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正在收集各方面的意见。有可能做适当的调整吗？有可能吗？好，处长，你去思考一下。如何才能视民如亲？警察局长，您视民如亲一下吧。刚刚我们3位议会同仁，我们在讲的所谓的吹哨子是 SOP 里面的第一步嘛？如果讲脱掉来讲，对，局长，我也跟您请教过，现代化的住宅。跟以前大家都矮平房套厅处不港，对不？对。有可能我住在高楼大厦的10几楼，法律不是为了要惩处，是让我们知所进退，让人员之间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和谐点。
所以你的 SOP， 麦当劳卖东西，他炸薯条要几分钟，他的汉堡要怎么烤，他的肉要怎么样煮熟，这叫做一定的 SOP。 所以脱掉的 SOP， 你要真正的标准化，不是三个英文字母来糊弄我们乡亲。今天很高兴，局长你请坐了哈，很高兴听到市长说，房屋税要调整，是因为新加坡有意见，是因为监察院有意见。来，我们再给一分钟。铁路东移，想那边那走，是因为雷建波决定啊，所以很高兴市长的心目中、眼中，终于有了中央。我想，可能是因为中央已经换人在做，所以你愿意把中央单位当作台南市政府的上级指导单位。但是，市长，我无希望讲在你的施政内底，雷建波也好，监察院也好，变作你一个挡箭牌在用的。事实讲，你心肝内底当时有监察院的。你200几你无爱入议会，议会对着人行立牌质询的时候，你的心中、你的心目中，何时曾经有监察院？何时有监察院？但是你今天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修正，也许因为你有想到说，我将来无定定有那机会，总统做袂到，副总统做袂到，搞不好我有那有机会去做到某某院以。给搞完呢？给搞完呢？主席啊，所以我们看到市长做这样子的一个修正，我希望不应该中央驳回，不应该监察院是你的挡箭牌在用的哦。你不要选择性的尊重中央部会，不要当追究责任的时候你就推给中央，当你自己要做决定的时候，你就选择相信我自己自我。所以你无尊重监察院马进，你竟然甲讲你无入议会，你是咧政治改革，我实在是听拢无，我有一点啊神经错乱呐。市长，我想我们今天对于“市民如亲”这几个字，基本上都非常愿意认同。可是我请市长仔细的思量，以我站在东区民意代表选出来的东区民意代表的身份来讲，我们非常遗憾没有了小巨蛋，我们也遗憾到目前为止四年过去了，铁路地下化反东移的土地不正义没有得到市长您良善的回应，反而是内政部都委会昨天给了一个比较良善的意见，所以请不要选择性的土地正义，选择性的尊重中央，选择性的有政治没政治。我们希望未来的台南市是和谐的，不管是谁做市长，我们也盼望市政府真正的市民如亲，给我们正义，给我们公义。好，我们谢谢洪玉凤议员、王家正议员、蔡淑薇议员、以上的自由发言联合质询，谢谢。那我们下面我告咱唐碧儿议员的自由发言是时间十分钟，我们请唐议员请。等一下先把那个放好。感谢主席。好，我们请。市长，咱们对南铁东移都在启动旅工创造双赢。我相信我们的新政府、我们的市府还有民众可以充分的沟通，创造双赢。那
市长，我想请问一下哈，市长你个干嘛个会记诶？哦，咱去年哈这时阵啊，梅雨季啊，哦，四月、五月、六月，完全拢无落雨，台南呢拢旱水，夜间减压，属龙工商啊。叫苦连天啊，市长你敢嘛可以记？是去年确实有影，伫年初的时阵欠水啦，啊，不过大家拢真合作，后来咱嘛渡过难关。是啊，哦，啊，所以今年就对啦，雨水是伤多啊，哦，你看连续下了大概十天的雨油啦，哦，那市长你请坐哈，我想请教。公务局长跟水利局长，来，你们回答一下，咱台南市的排水管会当应付多少的单日这个雨量，连同我们安南区第四低洼的，拢考虑进去，爱偌大支的排水管？才会当排水，来，请说明。麦克风。我说明，水下水道哈，咱有一个设计标准。那么以目前哈，咱伫台南市一般的雨水下水道设计标准，因为伫沿用早期规个落来哈，差不多时雨量哈。是在60mm，就几点钟60mm，这个是它的一个设计的标准。60mm 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后续会再配合流域综合治理哈，再检讨看看是不是有办法能够再做一些的提升。所以啊，咱6月11啦，竟然啊，单日下了137的毫米哦，137哦。我想要请问啦，吼，全世界倒一个城市有这种的排水管？若有，咱马上来考察。主要是讲，因为伫6月11号哈，我们气象局的雨量观测站伫南区，伫迄个安平区，我们观测到10分钟就有将近24mm的这样雨量。所以这个以24mm，如果是半个小时哈，又超过了50mm，也就是说，以差不多半点钟来底哈的差不多50几个mm这样的降雨量，这个是已经是超出哈我们一个小时容纳6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市长，所以咱去年4月、5月、6月，哦。拢无落雨，拢欠水。啊，这是咱今年哦，6月份落137毫米，下了137毫米。欧美国家的排水管也没有办法应付一天之内下超过80毫米的这个豪雨啊。2022年，咱单日就下了。破100毫米的大雨，所以这甲市长有去日本无去日本完全无关系。所以市长是迄、那个感谢唐议员吼，对咱台南市吼相关饮水问题的关心啦。其实我这边去日本进前，我有先去应变中心开会。我做三项代志，第一项代志就是讲，事前咱工部局、环保局、水利局拢已经完成迄个整汛的作业工作，吼、哦、防汛的准备工作。简单讲一项就好，就是干咱咱的侧沟甲雨水下水道拢共清3000公里。那第二项工作就是讲，我成功吼、哦，就是甲完成应变中心的3级开设。啊、第三项呢，就是咱请成大灾防办来报告。我出国期间这段期间落雨的情形，咱有把
袂去讲像过去吼，造成重大灾情我才出国。哦，其实是拢啊，心拢伫台南啦。虽然伫日本，但心拢伫台南。事情嘛是拢做工过，是啦，是啦。我感受到讲，你市长你足关心咱台南市落些大雨啊。是啊，咱即摆啊，加在吼议员的支持，虽然过去四年的治水已经有成绩。这边的淹水吼，拢是道路啦，道路淹水，都、就是像头拄阿议员讲的，咱的水沟，也是咱的这个雨水下水道，咱的排水量都无遐大嘛。是啊。所以你短期间落遐大的雨，一定就是积的啦。对啊。啊，因为咱水沟甲有迄个雨水下水道拢有清嘛，所以真紧，你若雨若停，伊就消退啊，这会当看出来。但是因为咱的设计量无够，所以雨量落较大的时候，一定会积。啊，若积较济时阵哦，附近的厝，吼，有哪会淡薄啊，有哪会淹入去？啊，若无，其实这边的落雨，大多啊，嘉义王议员嘛，你感谢讲吼，这边客家无淹水，其实真济所在已经拢无淹水。对啊，所以市长，咱台南市有三十四个区嘛，三十四个区有超过一半吼，是单日累积雨量破百毫米啊。是。啊，今年哦，连咪寒，连咪热。所以这是极端气候的影响，所以我们都是极端气候的这个难民啊，不只是我们全台湾，世界各国都一样，哦，所以尽量不先五个大起量起量起嘛，好，所以下一次的行政院会麻烦起量，把咱行政院院长欢迎者，大家做伙来面对这個问题。这回来准备，好，一定啊，一定伫行政院欢迎，嘿，好，多谢。啊，所以市长，咱这边去日本了吼，是，现在吼，市长真的是吼，把钱花在刀口上啊。咱市政府除了讲市长，啊，佮有咱新闻处的许处长，啊，佮一个科长负责拍照，然后一个翻译。拢弄死的人，因为此行是慰问以及听取熊本地震的救灾的简报。本来咱就是相对单纯的这个行程，结果日本的反应足热情，诶，足感谢咱。哦，甚至有日本的爸爸抱伊个囡仔，来咱的饭店，来感感谢。对。对不对？对。你看麦，我问这个爸爸啦吼，我讲啊，伊连入去饭店落去大厅坐咧等都无哦，伊徛伫饭店的外口哦。我甲问讲啊，你伫遮徛偌久啊？伊讲徛点半钟，徛点半钟啦。所以表示讲，伊真正足感谢讲咱台南甲高雄。给他带来温暖，啊，而且给他带来帮助，啊，咱嘛去，咱嘛互相交流，讲啊，这就灾后重建要安那做。所以，哦，所以真正哦，是啦，因为我伫日本的时候，我嘛有咧讲吼，讲日本啥物大地动，台湾上关心日本。啊，这边咱台南市大地动，嘛是日本上关心咱。啊，因熊本发生地动，咱嘛去关心伊，吼、哦，这就是患难见真情啊。对啊。吼、哦，希望讲吼未来两个国家人民的感情会当愈来愈好。啊，甚至呢彼此救灾的经验，对，也是讲防治这个地动的经验，大家拢会当来交换意见。对啊。互相交流嘛，是对不对？对。因为日本地动嘛。嘛是平凡的国家嘛，是啊，恁台南市嘛是同款嘛，是啊，所以彼此交换哦，地震灾后要怎么重建的这个经验或是做法，咱、嗯、互相交流、互相交换彼此的分享彼此的经验哦、嗯，啊，甲这个方式嘛，灾后重建的，别安那灾后重建嘛，好，哦，好，啊，所以市长，哦，什么？我们再给一分钟哈。因哦，阿伯哥吼炸物件，
啊，日本人做热情，做感谢咱哦。啊，所以哦，伊嘛，咱再带赠品要去哦，赠送给他们嘛，哦，交换礼物嘛。然后日本他也是啊，他也是准备了非常多的哦，他们的有特色的文化的哦一些礼物嘛。啊，所以哦，你看啊，要翕相啦，啊，要摕物件啦，迄真正哦，无第三只手通去摕物件啦。唐议员，咱斗阵出国去做这个都市的外交，其实你就知影吼，咱拢战斗行程。对，对不对？哦，啊，而且都轻车简从。对。这应该是爱咱台南区的文化啦。是啊。啊，我看因这四个表现拢足好。真正。啊，另外咱台南区集团嘛，做代表性啊，除了市政府以外，有议会代表哈，包括你本人，包括李退之。林怡锦、邱丽丽啊，代表宗教代表，包括天团啊，咱市府董事长也是鹿邑门圣母庙啊，这个王祖伟，另外阁有这个观光协会的苏理事长哦，啊，其实咱集团嘛算真有代表性啦，好啊，感谢唐议员的关心，嘿，多谢。好，我们谢谢谭碧儿议员哈啊，接下来我们请啊我们前议长我们赖美惠议员来十分钟的质询啊，请。谢谢大会主席，咱大家午安，大家好哈。本身来做着十分钟，甲咱市府搁再做着一个探讨。首先，先向咱警察局，咱陈局长，开咱全体警察同仁啊，祝警察节快乐。大家辛苦，阿妈继续来守护，为咱台南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继续来加油，感谢。啊，即马嘛是咱啊，即学期这学年吼，我们的毕业季啊，真侪咱的毕业同学，伫咱啊校长老师的指导之下，顺利来毕业，甲毕业同学来啊恭喜以外，马向咱教育局陈局长所传令着。我们全体的教育工作者致最高的敬意跟谢意哦，辛苦了。啊，第一件，先要甲咱台南市民吼、哦，感觉非常的遗憾，因为咱台南市期待二十几冬，咱的铁路地下化的这个推动的工程，伫昨啊，咱的都委会的心意，咱爱搁再来第二次的征求。这个开会哦，来探讨哦，无法度来真顺利的这个推动。我想这对着外界有真济人拢有一种的误解。其实伫咱的议会无分哪里，咱有真济人嘛拢已经以市府人员的公款内底，咱拢真明确了解，根本都无同意的工课。再来，咱为着要来照顾着土地。被征收的这些住户，咱嘛有用到上届优惠，包括创到咱台湾呐上届新的一个照顾的方案。我想这应该会当得到咱多数的人的这个体谅甲支持。只是讲吼，对着咱被土地征收的这民众，咱会当下面的心境了解到因的不甘，但是我嘛。伊就对市长传令着咱市府的团队，一一到着咱住户的沟通、的说明，面对着政策的这个争议，咱的这个说明，咱希望讲面对着咱这个心扎，爱搁再来进一步的这个说明，包括爱搁提出着咱啊搁较侪的这个诉求，咱希望讲咱市府团队继续会加油。哦，会当来争取到为咱这个城市的发展哦，啊来顺利推动哦。再来对着咱大家嘛真关心猪马瘦肉精的这个问题。我想咱近前都有因为美牛的事件，大家已经嘛拢有来表达到咱市府也好，包括咱所有民意代表捍卫着咱国人，包括咱市民。健康的这个安全，咱拢已经表达到咱真坚决的这个态度。咱市府伫咱的自治条例
嘛应用着中央真严格的这个标准。啊，我即马想要当请林局长，你针对着这呢冰箱师伫咱台南市内，你敢有安尼的检验？啊，执行的成果是如何？请你来甲咱市民说明一下。好，多谢赖议员哈。咱台南市对于哈咱中央的相关的一些食品安全哦，伫市定位这支持之下，拢各局处哦，那我觉得跨局处的这个联合稽查小组，所以那咱卫生局咧做一话，啊，这个瘦肉精的部分哦，因为中央伫伊的食品安全管理办法里面第15条有讲啊足清楚的，就是讲，除非中央吼有允许所谓的安全容量之下，那瘦肉精其实是就是乙型受体处。这个是不可检出啦，所以意思讲，咱即马吼中央当然有设一寡标准，但是伫每猪的部分，伊是无设定说可以安全容许这样。咱目前有那无进这每猪的部分，相对的，咱市政府也不允许每猪甚至有含任何瘦肉精的成分在里面。那卫生局部分其实加教育局有那合作啦吼，教育局本身有那买所谓的瘦肉精的快筛试纸。哦，伊去年就测超1800多件，啊，其中有10件是小可有疑虑，啊，所以阮用真正仪器吼，因为快筛袂使做评断的标准，咱卫生局本身哦 ，LC-MS 这台机器呢，咱会使甲做测验，啊，发现讲咱学校午餐的部分，哦，因为伊学校较无咧买牛肉啦，是猪肉的部分，咱拢去检验，拢完全无问题。啊，卫生局本身也伫坊间有哪有只采购吼，总共174件，这拢无检出吼任何的瘦肉精，所以。市政府的关节真简单啦，就是讲中央已经有很好的一个母法，底下讲已经不得检出嘛吼，啊这个情况之下，咱伫自治条例里面吼，其实是较无需要讲去甲些个吼名列啦，因为啥呐？你若安尼的话，每一个新的药物出来的时候，我自治条例就一条一条写上去。其实，在中央的条例里面有10项，好、哦，10个大项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所以谢谢议员哦，你本身你有哪来自咱这个农业的区域嘛哈、哦，啊，这我那其实北部那是当读农的啦哈、哦，所以这我绝对责无旁贷、哦、我们会把最好的一个食品安全的把关，尤其瘦肉精这一块、哦、我们除了把关以外，我们可以达到我们自主检验的一个目的啦。哦，那呢，检验科也阵容非常精强，这些检验的方式也都得到中央的认证。好，真感恩的肯定吼，咱伫食品安全内底，咱台南市为着咱市民的健康把关，拢做了真好。啊，我相信伫咱即个肉品的即、這个检验食品安全，咱嘛有完同款，依照着咱中央的标准以外，咱依照咱拄则咱伫讲的心境，每一个人拢是爸母生，咱对咱市民的健康，咱往来伫着第一来甲因的照顾。啊，同时，咱台南市嘛是一个农业大县，咱嘛依照咱所有的养殖猪农的权益来照顾为主。哦，我相信咱的卫生局局长，包括我们农业局，包括市长，都会奠定一个非常标准哦，守护大家健康，照顾农民猪农权益哦，的这个政策来做啦，吼、哦，我对咱有信心，请坐，林局长您请坐。咱来刚刚个请市长统一来回应，吼、哦。好啊，针对着这个问题以外，啊，再来我原来还蛮大家共同的关心，拜托着咱公务局，包括我们水利局，吼、哦，啊，我们李秘书长，我们请坐，吼、哦，我来甲咱讲就好。啊，咱希望讲啊，我那需要透过市长，还是咱秘书长，啊，佮再来向中央来争取经费。我即马要来讲的是即个咱啊，进前伫咱本会议会啊，咱有侪侪议员同仁，除了我以外，咱的蔡淑慧议员，因为有乡亲透过网络来提案，啊，这是我的服务区，就是伫咱北河啊、甲东山啊、165线内底，伫咱横跨吉水溪的青叶桥改建工程吼、哦，经过咱啊多处的即、這个。会勘，啊嘛已经有啊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因为咱的青叶桥，就是一来北边，就是由东山往北河往嘉义哦必经的一个道路，啊所以呐，像讲进咱进的雨后期呀，佮加上北河水库的下风，咱这个桥一断面一低。所以啊，每一遍遐拢一定爱封桥哦，啊，阻挡着咱
东山、北河啊，两个乡、两个区域，哦，南北通往的这个必经之道。所以，咱经过咱道处的这个会勘，啊嘛，经过水利署哦，包括咱水利局，包括咱工务局啊，多方面的一个意见。咱希望讲啊，咱水利局啊，再要求督促咱河川局啊，这个依据所准，哦，淤积沙吼，迄、那个淤泥的这个所准的问题。再来就是讲，咱这个工程除了桥梁的改建以外，咱是毋是会当请工务局，咱来评估路面的提高？哦，卖讲撞到水了，这个淤积啊，拢必须爱来封路，影响到当地咱生活居民居民的生活。哦，交通非常非常的不便。哦，这两点，哦，就是讲疏浚，再来就是路面的增高，再来就是桥梁的改建。哦，我希望讲咱这会当来演绎一个更加根本的一个解决方案。哦，啊，即马是不是会当请市长针对铁路地下化啊，咱这个肉品的食品安全来表示哈。好，多谢罗议员的指教哈。咱食品安全，但是政府卫生局因的严格把关呐。好啊，针对另外针对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是不是要予进口？其实我本人也好，市政府也好，态度拢同款，并无改变。无配套都袂当开放，因为这冲击到咱消费者的健康，也冲击到农民的这个经济，所以政府一定要有配套，咱才会当考虑啊，迄、那个开放。那另外呢，这个铁路地下化，当然对昨昏无法度通伫都市内政部都市委员会来通过，当然咱感觉可惜，哈、哦，咱感觉可惜。但是对委员会决定要伫七月初二开扩大小组的会议，咱嘛尊重啦，哈、哦。但是较可惜就是讲，他都有议员误解，哈、哦，伊竟然唔知影这个重大建设是台南市市民多年来盼望的。竟然甲比较做是错误的政策，伊可能无去注意到，这个重大政策的一旦通过，是伫个民国98年刘兆玄院长通过支持的。咱来感谢刘兆玄院长，嘛感谢民进党过去执政中央执政的时候，嘛是支持这个政策，所以伫伊个刘兆玄院长的任内才有办法通过。啊，伊可能嘛唔知影吼，铁路地下化行政院核定的政策并无动议啦。因为无定伫20年来有无同款的版本伫讨论，但是98年通过了后都无改变过。台北、高雄、咱台南的工法路线拢同款，这监察伊拢调查清楚，伊可能嘛无注意到哦。台南市议会无分党派，大家拢支持，就算伫东区，嘛毋是干那陆美琪支持了哦，包括詹俊良议员、曾培雅议员都支持。拢公开伫议会要求我爱有这个讨论，伊可能嘛无了解，自救会现主席提出来版本，因所有的厝拢爱听，伊可能无了解这点，所以你去诉求讲对感情厝的感情，这是假讲的嘛？行政院版本个人厝爱听，但是自救会提出来版本厝嘛爱听呢，伊可能嘛无了解，这几年来台南市政府。丁丁下下，大家所用的苦心呐，我紧吼，我想一时的误解，以后拢会证明，啊，拢会证明。我都讲过嘛，无论是安怎甲抹黑、攻击、挑化，我拢承担，因为我是台南市市长，大家选我都是要来做这个工课。啊，我想市民啊，一定会支持。好，感谢罗议员，多谢你。好，我们谢谢赖美惠议员的质询。好，我们今天的市政总质询到这边我们非常感谢赖市长、市府李秘书长以及各局处首长跟主管大家的一个列席。那么也感谢我们新闻媒体小姐、女士、先生的采访多谢大家当日的出席。今天的议程到这结束。